这趟车型有不稳定的。能开多长时间？你先放个远的，把身份机械给解决一下。你凸出来的这些是要抠掉的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个是拿来装东西用的，是不是？它也不是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个棉絮，它这一块是就是按照这几个型，然后进行挖洞，然后再到时候洞挖出来以后再反过来，再它反面还有一个曲拔呢，反面是弧形的。所以说什么，你就得先把这面给雕刻出来，你要不然反面，你先雕反面的话，它弧形你到时候没法固定，它不行啊。